大家好，我是 Sugi 潘自敬，在这部唯一的音乐剧里面呢，我是饰演何红。那导演说，何红呢是一个很颓废，的一个角色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，非常颓废的何红就躺在那边。那当然，要是想要来看支持本地制作、支持本地的音乐剧的话呢，记得买票，就是在7月24号到8月3号呢，在 Drama Center Theater， 记得来支持我们，在 Six Stick 买票哦。